乎哪个活出来啊？啊，半年的时间讲起来那有长啦吼，啊，不过呢，啊，我感觉嘛是真短呢，因为呢，平时的时间都是无够用，所以师父才会一句话讲什么啊？来不及啊，的确是因为无够用啊！啊，逐天吼，拢时间真紧迫，啊，才会感觉讲，其实六个月嘛真无够时间啊。对我来讲呢，六个月嘛是真短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出门啦，哦，才知影讲吼。原来啊，地主大家人是感觉到讲六个月是真长哦。六个月我一直行未出来，就是唔敢离开，因为呢，逐早起我一开机啦，开始讲话是全球，因为伊上分段去哩啊，全球呢拢同时开咧听，即回呢我出来，听着大家人真精进。这种熏花香，因为大家人伫咧听法，迄个心的方向吼，拢是正确。听同款的话，那入同款的法，法入咱的心内，那自然呢，大家人心要夹起来呢，这一定是和和和谐。所以这里讲合心呢，咱把你一谈和气吼啊。刚都听到因伫咧在赞叹，互相赞叹别人啊，这种呢爱甲好啦，迄种真心意的感情吼啊，大家人拢夹起来，就是因为听法，听法，大家人呢里外成见，迄种的无明烦恼啦，拢已经去除啊，彼此之间呢都是呢。就是上不轻菩萨吼，拢是会晓学，要安怎样？永远拢无轻视别人，永远呢都无自高空傲慢吼。那用这种的心情啊，来互相对待啊，尤其是呢，有法度，有法度，咱有法度度到吼感觉内底去啊吼。那看到遐感觉的人，那。咱若会当加一寡法器，你只要你入去，甲因分享，亲像安尼啦，各出来呢是重新做人，啊，这是功德无量啊！这会当保护咱的社会吼，会安定啊，也嘛会当互真侪家庭呢，父母放心啊。所以入去感觉内底呢，那会当。让他要出来以前，我们就把他净化了，让他出来了后呢，方向是正确的，这真的是也是功德无量啊，吼，那希望我们好好用心啊，吼，那还有呢，那听到您在那分享陈宗奇新华乡吼，啊，其实呢，我在台中也听到那四年的小学生啊好，迄个妈妈伫咧熏花香吼，啊，变成了呢，甲老师的迄个联络本吼，拢是用每天的熏花香的吼，啊，这个囡仔安尼记录落来哦，啊，写甲吼好整齐，啊，了解代志迄个法吼足清楚的，啊，老师叫伊都爱去哩教，因个同学分享哦，真的。就是囡仔可以多接触啦，接触这个法吼，对伊的迄个思考思想都是足健康的。所以还是呢，对心法相，唔只是咱家己听应付舒服尔点吼，这唔是应付舒服哦，是真正呢，甲家己的慧命吼，真正的爱巩固家己的慧命吼，那。其实呢，今年啦，自过年了后，阿叔感觉拢足无用的，一直到哇，农历三月啊，农历的三月二十，我都搁布达讲吼，
从今仔日开始49年呢，今仔日又开始，所以咱即卖人也问讲，恁住在几年啊？49年咯，吼、哦，那这个49年啦、啊，过来5月呢，就是三节合一呀、啊。拄则我都搁听着讲吼，从我八卦山吼、哦。迄、那个体育场因会当当年甲咱安尼留着这个空间，互咱用。我拄只都甲讲讲，爱讲感恩哦。这个体育场呢，会当容纳遮侪人。恁知影，咱每年啦，每年吼、哦，咱会当将咱的佛法呢，改升格起来。佛法啊，真正是会当提升咱。予人知影讲佛诞日啦，咱会当遮尔遮有气质，遮尔遮隆重呢，那样的美好的吼的大队伍啊，来庆祝佛诞。咱是用真虔诚的心，礼佛祖，咱向释迦牟尼佛顶礼呢，是模仿着迄当尊，当顶礼落去呢。就是脚手呢去担着佛陀的脚，这个头下呢嘛动着佛陀的脚，这个叩头吼，将佛陀的脚安尼叩头，这叫做礼佛祖。咱即马改变成用安尼，那咱当手安尼伸起的时，啊，咱就是。表示咱已经手担着佛的脚骨啦，那安尼起来吼，咱国即马有发明蒸汽吼，咱安尼收来，手都唔免去担着水，啊，因为呢，咱嘛是讲卫生问题啊，所以呢，咱一直一直要改进，要安怎样会当顾着卫生？好，你敢那这个烟雾吼起来都有水气呀。啊、起来就有迄个水分，啊，这个水呢是香的水啊，所以安尼起来，这个熏一下，这就是熏香吼、哦，安尼熏一下啊，起来呢啊，就是香啊，哦，这都是咱礼佛祖嘛，那希望讲吼、哦，咱用安尼去改变了佛教徒的观念，啊，恢佛教徒的看法。了解讲哦，哦，原来佛诞是安尼哦，这是咱佛诞节拄只过去呀，啊，感恩大家吼、哦，这样的邀约啦吼，啊，好人来见闻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啦，啊，来感受到吼、哦、佛法的庄严，这也是功德啊，真正真感动。啊，咱今嘛搁接落来呢。就是吉祥业啦，咱应该呢，大家人要有正见、正知。吉祥业不是破门口啦，你一定要相信师父的话吼，唔免去破好兄弟啦。其实呢，真正的好兄弟是伫咱日常的生活中啊。啊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啊，你是我的好姊妹吼。咱呢，伫普天之下呢。四海之内皆兄弟啊！吼，唔是讲吼看袂到的，才是好兄弟。那上重要的是看会到的、看会到的吼，那这是真正是咱的好兄弟啊！那咱唔免吼迷信，破好兄弟啦。迄是吼古早古早吼，啊面地未开啦，啊拢感觉讲吼暗时就是有鬼啦。吼、哦，那疑心生暗鬼嘛，啊，咁日时都无鬼呢，同款有哈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这个鬼呢，是因为咱疑心啦，啊，是安怎你那疑呢？是心无正才疑啦，咱呢，在心化相，就会当知影真正道理，都袂起疑心嘛，所以咱爱家己笃定咱的心的方向。在界定，自然呢，咱就启发咱的智慧，叫做界定慧，吼、哦，就是佛陀文化的结果，有界、有定、有慧，这个福啦，安尼呢，
就会当变作真吉祥。各位，咱嘛已经住者49年啊，每年啊过农历的3月，就甲恁讲，咱是50年哦，咱是半百哦，吼。所以啊，咱住者为佛教为众生呢，这个方向呢，咱很笃定。人间菩萨，人人拢菩萨，所以会当广度天下众生。安尼，甲大家人祝福，福慧双修，感恩。